家好，今天又要来分享新的抽奖给你们看啦。今天要来抽的是这个蹦蹦跳跳的青蛙。那这个风格抽奖里面呢，它有这件蹦蹦跳跳的青蛙雨衣，然后还有这个青蛙的帽子，还有一个王子的发夹，还有靴子，还有贝雷帽，还有青蛙的床，还有青蛙的沙发，还有头柜，还有抽屉柜，还有一个草地，然后还有一个椅子，还有一个沙发的桌子。我最希望可以抽到的是这个青蛙王子的发夹，希望等一下可以抽到。那首先呢，由我们的团长来分享他的抽奖给你们看咯。他使用的是单抽的方式，他抽到的是青蛙的椅子，然后第二个是人形，哎，抽到了靴子。好，再来第三抽，他抽到的是一个头柜，但我觉得就是一个小桌子。再来是沙发的桌子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抽屉柜，三层的抽屉柜。再来是椅子，他抽超快的。再来是头柜，人形又出现了。他拿到了雨衣耶，他拿到一件雨衣了耶。还有个沙发的桌子，不会吧，他抽到我想要的王子发夹了。哪里在他身上。再来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发夹吧，超可爱的对不对？我也好想要哦。好，接下来换我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几率。我想要的那个发夹它是 3.5% 的，然后团长抽到的那件雨衣是 3% 的，很稀有耶，居然不要抽到第一个稀有的耶，他运气也太好了吧。那我要跟他不一样，我用的是十连抽，来看看哪一个比较好。第一个是头柜，是靴子吗？被我猜中是靴子。然后是三层的柜子，抽屉柜。又来一个抽屉柜。再来是椅子。这什么啊？我抽到了贝雷帽，还蛮可爱的耶。我抽到了笛子了。又来一只笛子，我只需要一只就够了。还有一个桌子，是床，是床。这个床蛮可爱的耶，好可爱哦。好啦，这是我抽到的，重复了两组，笛子跟那个三层柜重复了，好像单抽比较好哈。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单抽吧。第一抽，拿到椅子，我有了。再来，第二抽。桌子我也有了。第三抽，这是沙发吧，很可爱哦，还不错。第四抽，沙发再来一个。第五抽，靴子我已经有了。再来第六抽，又是靴子。我的重复率怎么那么高。再来第七抽，是帽子吗？我拿到另外一顶青蛙的帽子，他就是不给我发夹哎，我要发夹，给我发夹。抽屉柜又再来一个，头柜，奇怪的桌子，靴子又再来一双了。我抽到什么？这次按太快了。我刚抽到什么啊？反正应该不是我要的发夹。靴子又再来一双，我都可以开鞋店了。桌子、发夹、发夹、发夹，我要发夹。靴子，真的，我可以开鞋店了。最后一抽了，不抽了。贝雷帽，我有两顶贝雷帽，先戴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吧。这还蛮可爱的啦，这个帽子也很可爱。但是我想要那个发夹，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。再来一次，椅子，
再来啊，我心碎了，陶迪，我两顶的帽子都拿到，然后他就是错过不给我发夹，他就是不给我发夹。接下来吹起来给你们听一下他的音乐如何。其实我觉得前段听起来还蛮好听，但是后面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你们觉得呢？你看，你们看，我有三只草笛耶，我想要一只拿去送人了。好啦，那我布置好咯，还蛮好看的，你们觉得呢？超可爱的，虽然没有抽到我要的发夹，不过他的家具真的超可爱，我好喜欢哦。为什么床不能放个双人床呢？每次都是单人床。好啦，这边可以坐着用餐，吃青蛙大餐。哪尼？沙发的椅子抽到两组，其实放在一起还蛮好看的，刚好跟我那个桌子搭在一起，刚好是一整组桌子跟椅子。然后我下面放了两个那个大家送的地毯，放起来还蛮好看的哦。那今天的抽奖就分享到这里咯，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你们有抽到什么咯。喜欢请按赞订阅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